7月19日，主持人王芳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他的直播片段，并配文称，第一次和霍启刚先生面对面交流，他的普通话真不错，为人也低调谦逊。曝光的画面中，44岁霍启刚空降王芳的直播间，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脸上戴着标志性的圆框眼镜，头发打理得很整齐，打扮一如既往的文质彬彬。一旁的王芳穿着绿色外套和白色 T 恤，头发扎了起来，造型简单，难掩气质。近年王芳积极投身自媒体行业，还做起了直播带货。他带货的产品主要是各种图书，最近他更将直播间移师到香港书展，并邀请了霍启刚跟他一起带货。霍启刚转身对着王芳用普通话礼貌地说道，这次我首次直播带货，很荣幸，感谢你为香港书展讲好故事。之后两人拿起一本书开始介绍，最后霍启刚不忘欢迎大家光临香港书展。网友们看了霍启刚首次带货的视频后，评论区